到我们几个了，你就直接挨个问就好了。来吧，问，哪万是在座脾气最差的人？是或不是？太不是了，我比哪万脾气差多了。你没有见过哪万发脾气的样子吧？对，我还见过他撒娇的样子。哪万脾气真不差，真不差，一点不差。来，哪万，反感哪些训练时撒娇的样子？说呀。陆柯燃，陆柯燃。哎，对了，是真的讨厌。为啥？说一下。陆柯燃怎么撒娇？他别的是不撒娇，就因为一些小事，比如说他想吃一个什么我的东西，把自己那个帅气潇洒的那个形象给放下，他说：“暖弯姐姐，暖弯姐姐。”我不仅直接就是把东西丢给他吃，我恨不得把他砸到他脸上。我有画面了，好吓人。好，刘玲子。